天呢，我们创下台湾综艺史上最特别的，算是一种开场。既然会有六位猛男，现在是坐在浴缸里面。你们看一下前面这位吴世阳，不是我们眼镜可以拿下来了吗？他不是幻想，他在骑脚踏车哦，他不是在那边很让人破风哦，他是很冷。他们都坐在水缸里面，他快中风了，不是破。因为水缸里面真的都充满水，因为要呼应他们水男孩的身份，然后嘴巴都发紫。为什么他们有点冷的感觉？你们赶快救他，因为摄影棚冷气的关系。然后他们身旁旁边有个牌子，是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的公分数。有17公分、50公分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99公分的老外，怪物了啦！哎，那17公分的先帮他叫车回家。17公分的要不要？还没有长大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妈妈都有来现场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部位，是在一些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比如说手肘的公分数啊，不一定。17公分，我想象不到他到底哪边有17公分那么短。对，所以我告诉你们哦，等一下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说，哎，等一下如果你喜欢这个男生的话，你可以举手。那你在要接触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必须通过一个考验，对，完成任务才可以跟他近距离的接触。你可以帮他把身上的水擦干，然后帮他量一下他那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跟上面写的一样，是那个公分数。17公分还要量吗？对呀，17公分太短了。17公分你们还不满足？不满足。那你们想要99公分的喽？就是也太差了。他们真的很忍，你赶快把他们选上来。一位想要看谁？50公分好不好？50公分的，50可以接受吗？50公分，我觉得50公分真的。就是那个啊，中间太长，中间值不长也不短。志远哥大概几公分？对，他不含头。他说什么？不含头，他们52。什么不含头？哇塞！我说10好不好？秀长 ，OK。你有量过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男孩的比赛。小杰，你又要了？不是说可以重复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可以啊，请出列。刚刚那样17公分那么近哎，妹姐你也要是不是？先休息，我坐在那边无聊，闲着。等一下，因为你不喜欢黑的，你对，你不喜欢黑的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，后面其实有更黑的，这算还好。哎，你们这两位，你们知道老公面已经在电视上面哭了吗？没关系，就是哭嘛，对不对？哭一哭就好了。哭吧，不是这样。你不要这样，我老公都拍吻戏，我都没讲话，我摸一下小鲜肉会。对，很合理。可以拍吻戏吗？可以拍吻戏。抽一个。好，5号。挑战是赤脚蘸冰砖比酒。这什么东西啦？哎，回去了是不是？可以这样说，放弃就放弃。没有，不行。大家降温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就定位很冷静。我们刚才已经吞降血压的药已经够低了，对 ，OK 了，这样会失温，会死掉，会失温啊！冰砖挑战，四位女明星，你们 Are you ready？ 现在是说一人一只脚上去，是的，最后离开的可以获得互动。准备，请开始。啊！来哦，撑住哦。秀琪姐加油！经理是最标准的，经理是最标准的。这是谁懂哪里标不标准？哎，蔡允杰的脚好脏哦，你脚是黑的哇！不行，受不了！蔡允杰受不了，我不怕。母亲好像真的比较厉害哎。脚底板比较厚，对，我们脚皮比较厚，我们都种田的脚啊，怎样？哎，梅姐是觉得说，哎，你们要多久啊？梅姐很淡
定。哇，好强哦！哇塞，到底现在小金失去知觉的是谁呢？你们不要，哎，你们不要冻伤哦！会冻伤就别动了，不要拼了！你们真的很想跟他互动，经理不行了，两位首领的战争，对，下一下快点，下来。母亲的对决，等一下不公平，我们都没有扶。哎，你扶他干嘛？可以不要扶。好认真，就五分钟了。他们脚没有血色了啦。黑金还脚没有血色。秀杰杰，原住民不要说。哎，你的脚已经发紫了。真的，你也是啊，你也是。为了两位大嫂的生命安全，再次宣布两人同时获胜。只能说，为了小鲜肉，姐姐们简直是豁出性命啦。让我们欢迎水男孩吴世良。来来来，吴世良这边请。你看那个胸肌，对，那个背，他不敢过去。哎，怎么不帮他擦干？你要用你本人的薄纱哦，这样好不适合啊！秀玲姐，你拿掉啦。秀玲姐那个，好丑的动作，在干嘛？现在是我跟你的时间，你不要乱。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会冷是不是？不是你，我可不可以郑重的跟你们两位？帮你取暖，帮你取暖。我可不可以郑重跟你们两位女士说一下，你们在录节目？我们是小姐，不是女士。女士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她手真的很冰，真的。你不要这样，不要也沦陷了。对啊。请问一下，50公分是哪里？背宽，背宽，你看我刚有没有讲？真的，我来，头跟尾，对。头跟尾在干嘛啦？哦，长个。哇塞，哎，他背真的好宽哦！你看这个。Oh my god！ 好久没有摸到这种。哎哎哎，你这有受伤是不是？运动怎么这么辛苦？梅姐，梅姐，没事的，她好了，她好了。可以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老公的感受？我们有老公吗？没有吧。好，请量一下背宽有没有50公分？哇哦，从哪里看呢？对啊，你这样也超过嘞。超过，超过，哎，超过，哎，超过50，哎。哇，还是腰。这里呀。哦，背宽是这。你们有事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里哦。刚刚那个叫做肩宽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到底在跟谁？我现在是一个人孤军奋战。有点冷，有点寒，穿上浴袍了，好不好？穿上浴袍。对，帮他披一下。穿。对。哎，制作单位把风关掉。对呀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怎么可以让他冷到呢？我是想问一下，刚刚你那个 VCR 里面为什么要戴着这个面罩？那是训练面罩。是。然后它会让我更难呼吸，它可以模拟高海拔的环境。然后增加你的那个肺活量的训练，让我心肺的，就是会更严苛的环境这样。好了，把衣服都穿上，休息一下吧。谢谢，谢谢你来。对，我觉得世良，他身材也不错，真的都很好。我喜欢就是背膀厚实。哇哇，可以啊，真的都有没有啊？我需要冰块，我上火。这样子啊，不要说 Kid 哥不照你们呐，全部人脱掉，我们比一个这个用力的、用力的这个 pose， 我们来做 ending 好不好？把最帅的身材表现出来。来了，麻烦大家请了。好，请全部猛男为我们展现出你们最 man 的那一面。哇塞，好帅！耶！哎，你那个17公分也是不输人。哇塞！谢谢所有的水男孩，谢谢来宾们，谢谢。18岁不帅，我们下次见。